于谦顶级接茬瞬间。听真真打人，观众说了啊，要听于老师，听我。我们给于老师都编了个顺口溜，编的什么顺口溜？听于谦，嗯，不阴天，不阴，全是晴天，大太阳。嚯，听于谦，嗯，不阴天，赶好天。哎，还有吗？信高峰，啊，得永生。嚯，这厉害，热心观众啊！是是是，卖了窗户门，啊、听听张鹤伦。哎呦。还有卖了地和房，嗯，听听周九良，啊，卖了爹和娘，听听孟鹤堂，嚯、啊，全都不要了。最厉害就是那个啊，什么呀？南翔北狼，南翔北狼，这一句话吐的肺管子上了。还真没用过。别人说扣字难过啊，悲伤，没有有不悲伤的。到底能说不说呀？哎，大年轻，你们让我痛快痛快行不行？我无所谓，拿走。哎，烧饼，把烧拿走。把烧干嘛呀？没芝麻了，那玩意儿啊！拿走，要水烧也行啊，对不对？下回您那收那徒弟也别排什么云鹤九霄、龙腾四海，哦、就直接就大肠、肉饼、擦松，对不对？擦松。对，这俩字你要会写，我是那个，我告诉你吧，对不对？擦葱，哎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刷碗的、铁丝的、皮揣的，哎呀，这都是刷碗的吗？这个，这是艺名啊，就叫这个名字。我干了物业了，我这。你像人老先生叫什么张傻子、小蘑菇，人家那老先生，你收哪个字随便。咱还是唠的实数啊。等多的，您要收一俄罗斯徒弟，您收的哪字都行。我跟你说，字太多，随便拿。伊文诺夫·图拉斯基，对不对？拿走呗，对不对？以后我就改国籍了，我就俄罗斯人了。看了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一个叫孙越的，哦，就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哎，捧哏的，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，啊啊，将近400斤啊，啊，孙越，嗯，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，哎，这个。没形这玩意儿，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哎，对，怎么搭怎么有。嗯，大胖子啊，前些日子出事儿，他怎么了？一回家，媳妇儿跟他说，说什么？孙越，嗯，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，怪对不起你的啊。怎么了？也没给你生个孩子。哦，这回给你道喜。对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嘿，预产期是下礼拜三。啊，这孩子是他的吗？这个，不是他的还是你的啊？别瞎说。见过上中下铺吗？啊，那个火车硬卧火车有、啊、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没见过。怎么这么乱呢？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？还有那么多铺吗？我们家就是啊，都落着睡啊。嗯，还有上中上中中下下铺，还有搁床的地方吗？你这个那不是床了，已经啊！我每天睡觉之前挨个把它们乳进去，那都挨个塞人。哎，然后我再睡觉。哦，您在上？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！是，我得出去挣钱去啊！哦，吃饭，我得去卖呀！啊，等会儿，再穷也不至于干这个。干哪个？您出去卖去吗？卖什么？什么有人要卖什么呗？啊，也什么有人什么有人要什么有人要，就我这样的谁要？哎，我，你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文史界，你看我还代表文史，同行是冤家啊，同行们就不服我的，那多新鲜啊！国内这文史这几大家啊，几大教授文史的啊，诸葛铁的。公孙交白，司马韭菜，这专家们都不服我。不，这闻着屎得多臭啊！韭菜的都什么话？你这啊，还有几个小专家？小专家都谁啊？陈醋、赵将、王康、李岩，都是左流这专家都不服我。啊，国内不服我不要紧啊，樱桃方味货卖与实价，怎么讲？有人喜欢我？谁呀？比尔盖茨。嚯，这
大财团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，你知道那个？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给你换一个啊。换，您这现想出来的是怎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当然知道了，比尔盖茨啊，崇拜我，比尔盖茨崇拜你，请这个郭先生上。有吗？就在这儿呢，听见了。太好了，嗯，我跟我媳妇儿拿铁锹刨啊，挖，哎，呀，刨啊挖呀，刨吧，终于把它挖出来了。能看见了，我一看这蛐蛐怎么样？可了不得了！您说说，就这脑袋啊，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，跟北展一边大，这么大个脑袋！我的天哪，俩眼睛跟聚光灯似的。咋个亮，哎呀，俩须子呀，哎呦呦呦，十四列火车这么长，可以了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别这还行了，赶紧行了，别看线儿啊，你给我闭嘴吧，我就拴回来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啊，您拉倒吧，您这胡说八道，你怎么又不信呢？这事儿谁都不信，你问他去，他又知道，知道啊，张立鹏，快过来，哎，在这呢，打北京听见蛐蛐叫，一直就追到了唐山。不信，这一挖挖出来，这脑袋跟北展剧场似的。哎呀呀呀！两个这个大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。放屁！哎呦，那个须子呀，就跟十四节火车似的。你听说过？哎，这事儿你不相信？我不相信。这可是他说的。他说的我也不信。怎么呢？哎，挂给你了。啊，不。手绢哦，手绢在节目里边、评书里边都是作为道具，有什么用？大姑娘拿着一擦汗，哦，手绢，哎，拿起来绣花干这，哦，这个擦汗这不行，也不能擦。假的可以，嗯，真擦自个儿玉米一块，哦，这个还不能用，嗯，还有就扇子，嗯，扇子在台上什么都用，但是不能扇，哦，前面您瞧那个说相声的站着，嚯，这孙子心里没底，哎呀，也许半身不遂啊。那就干点别的去了，就说是扇子拿起来就有用，嗯，没用你拿它干嘛？你跟这晃又晃，晃又晃，嗯，观众看着就会乱，搅和，有什么用？哎，枪，哦，这就是枪，这就是枪，嗯，这个，这就是刀，还真像。哎，升职下，哦，这就升职，这就升职了，嗯，看书，这就是书。哎，哎呀，这拿看书，说什么是什么，来，这儿，嗯，看看书，啊。来来，你看看你大爷。